小品的带来时间，三，明天就要开始了，今晚我一定要把整期作业做完。学习模式启动，视觉部门开始工作，准备扫描作业。啊，这下明天肯定能做完作业。嗯，扫描作业完毕，开始玩手游。什么？说好的写作业呢？报告大脑，刚刚眼睛扫描的时候不小心扫到了手机，小品不由自主拿起来的，不能怪我们呢。这样我们到明年都写不完作业。传我命令，放下手机，重新扫描作业，马上开始做题。题目扫描完成，学习部门计算第一题需要六个学习细胞，开始计算。大脑，第一题答案选 A， 你们辛苦了。来人，继续计算第二题。报告大脑，学习细胞不足，无法计算答案。什么？这才做了一道题呗。脑袋，小品寒假天天打游戏，学习细胞都转化成游戏细胞了，没人能做题呀。嗯，不管了，游戏细胞也行，快先顶上去。报告，我们已经做完第一本语文作业了。很好，做得这么快。什么？诸葛亮是法师，科举考试的第一名叫 MVP。 后羿射日为什么留下了一个太阳？因为他围栏翻大招了。错，全错，你们给我重写。我们不管，作业写完了，我们要玩游戏。葫芦岛打游戏。